好久不见，女神者们，我是你们老朋友大伟哥。这次依旧是由我来担任原神版本前瞻节目的主持人。旅行者已经在提瓦特大陆上走过了漫长的旅途，和我们一起游历不同的地区，感受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现在旅途的下一个目的地也将要和大家见面了。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完整呈现出这个新的舞台，原神项目组经历了相当漫长但也充满乐趣的开发和制作过程，有许许多多新的想法、新的内容想要分享给大家。今天就请项目组同学为我们揭晓原神 4.0 版本中的全新世界区域水之国枫丹，让我们跟随版本 PV 开启新的旅途吧。I'm not sure exactly when it began, but a prophecy has been circulating around Fontaine. The people will all be dissolved into the waters, and only the Hydro Archon will remain, weeping on her throne. I, Fossilor, hereby welcome you to the nation of Hydro, and acknowledge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your trip. Now,You may rejoice in this. In your opinion, do you think it's right to treat a trial like it's an opera? To the people of Fontaine, the line between a trial and a performance can be a little blurred. Welcome, one and all, to the Opera Epicles. Watch carefully now.Blink and you might miss it. Step right up. And over here is my sister Lynette, who will be working as my wonderful assistant. Ta-da!Here comes the finale! I want to spend some time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Peace. Get in gear! Going under! If you look up at the sky from far enough underwater, even the sun is soft on the ice. These fossils are all that's left of these beautiful creatures.I wonder how long before the rest of the world becomes part of this underwater museum, too. I'm... Wait. Who am I? The water is gradually swallowing our memories.It won't be long before it swallows us. We've been trying to find out how the Oratrice operates. We want to know why it has a consciousness. Why can it deliver sentences accurately? Rain. It's raining. We must know all we can about this nation's secret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at prophesized crisis.This part of the show? You gotta be kidding! What happened? Charges have now been pressed, and as such, a trial is in order. Therefore, you would be wise to tell everything you know and seek the protection of the guards. Dear God, it's a whole army of Gardamax. I believe this is indeed the finale! Your so-called justice, your beloved drama, are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your eyes,
The value of a human life 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ose cold laws you hold so dear. So this is how justice is done in Fontaine. What a joke. You've got your rules. Well, I've got mine too!为了给全球的旅行者在提瓦特大陆的冒险带来更多新鲜有趣的体验，几年来我们原神制作团队的每一位同学啊，都在不断的钻研与努力，不仅是为了在原有玩法的基础上迭代与优化，还是为了持续平稳的创造出全新的玩法与内容。我们也期待啊，在原神的不同阶段啊，都能够带给玩家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十分的好奇与期待啊，在新的这个世界区域枫丹。 我们会收获哪些以往完全不同的体验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项目组的战斗设计师基哥，为大家分享4.0版本的全新内容。那旅行者们大家好，也很感谢这一次大伟哥的邀请啊，这次能够跟大伟哥一起在4.0版本的前瞻节目与大家再次见面。那刚才大伟哥提到了啊，原神的制作团队在内容创新上，做出了很多努力。 但这其实是一个之前啊很少跟大家直接提及的一个话题。从3.0版本开始呢，我们就计划在每一个年度的大版本里，都给玩家去呈现一些完全不同于之前版本的内容。那在枫丹的话呢，其中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水下区域的探索了。之前在3.8版本的这个前瞻节目中啊，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潜水是枫丹地区啊特有的全新玩法。没错。那相信玩家朋友们啊也是期待已久。那么话不多说啊，作为今天节目开始的这个重头戏啊。 我们就先请基哥啊带领我们在枫丹的水下体验一番吧。好的，那么当玩家来到枫丹之后呢，经过一个简单的引导，就可以在枫丹的水下自由探索了。那这一次呀，我们为原神中所有的角色都新增了一套水下的动作，那大家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角色在水下游玩。为了保证呢玩家在水下探索的一个流畅性。 我们这一次没有在枫丹的水下做类似氧气条这样的一些设计啊，是因为考虑到呢，像氧气条这种设计，在常规的情况下，主要是被用于限制水下的行动时间，来增加玩家的一个紧迫感啊。但是枫丹的水下区域它没有这样一个设计目的啊，所以基于同样的原因啊，我们在枫丹其实也在允许玩家下潜自由探索的水域，取消了。 在这些水域上的消耗体力的限制，也就是说，玩家可以自由的在这部分区域畅游了。不过啊，在水下也是存在冲刺的，冲刺呢会消耗水下特有的体力。不过水下体力条的长度不需要额外解锁，水下也会存在相当多的复苏水团，靠近这些鱼群呢可以恢复旅行者的水下体力和生命值。除了自由的潜泳以外啊，我们在水下也提供了一种快速的长途移动的方式，叫做洋流。 在洋流当中呢，玩家会朝着目的地快速的移动，移动期间，玩家也可以在洋流中自由的调整位置和视角，观看沿途的风景，其实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好办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设计枫丹水下的时候呀，总觉得这个枫丹的水体啊，它应该有一些更奇异的特性，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些。 比较特殊的水体，它们是完全悬浮在空中的。那玩家也可以设法从各个角度去进入这些水体，获取一些特殊的宝藏，或者直接把它们当做一种捷径来使用。那既然有特殊的水体呢，自然也会有特殊的水底陆上区域。那枫丹的水下也有大量的被水体包裹着的陆上区域来供大家探索。啊，我们把特意的把这些区域啊设计的相对的比较通畅，比较宽敞。那请大家也不用担心在其中探索会迷路。 看来枫丹这个水下世界啊，远比我想象的要更加丰富有趣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亲自去体验了。<笑>我也是。话说回来啊，我们知道这个新内容的这个诞生啊，往往也面临着这个相当大的压力与这个阻力啊。不知道这个原神的研发团队是怎么克服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啊，也想请基哥和我们聊聊这个枫丹水下的这个创作历程与创作思路。好的。 那这部分内容呢，我可以从战斗设计师的角度跟大家去聊一聊啊。一般来说啊，原神的版本内容规划我们都启动的比较早，像潜水这种年度的规划就可能会更早了。不夸张的说啊，初次提及类似的想法，大概已经是2年前了。哎，那真的是从很早很早就开始筹备了啊。没错。哎，那么我想问问看基哥啊，最早咱们想要做提瓦特的水下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 最初的这个想法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觉得开放世界嘛，它没有水下探索，就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那、当然了，我们理性的来看这个问题啊，为了做而做其实是比较盲目的一个决定。所以呢，从那以后的一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去权衡和规划，怎样去做到水下的内容品质能够符合标准，还能做得有趣，还要有记忆点啊，而不是单纯的作为一个陆上体验的这么一个水下版本。所以最后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对玩家和对团队其实都能接受的一个方案，就是在未来的枫丹的年度版本里面，我们把水下作为一个枫丹的核心内容之一，以最大的设计精力和人力进行投入，来创作一个全新的比较有可玩性的这样的一个水下世界。哎，我其实有点这个好奇啊，这个枫丹的水下和陆地的这个占比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这个比例呢？既然是枫丹的核心内容之一啊，我们认为水下在枫丹区域占的比例至少在大世界探索这个维度上要和陆地五五开，那才足够。实际上呢，可能随着版本的开放节奏，这个比例会有些出入，但大抵是达到了这样一个预期。哎，我也想代表这个玩家啊，问问看鸡哥，我们水下这个玩法它具体是怎么做出来的？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中，我猜应该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难题吧。啊，那这个问题啊，那大伟哥是问到点子上了，这个里面问题可多了。哎，不过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就挑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去聊一聊。在设计水下内容的过程中，我们从自己过去的设计以及这些年尝试过水下内容的其他游戏身上，都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问题呢，是氛围的营造。水下呀，作为原神地图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吸引尽可能多的玩家去探索，所以必须考虑到大众玩家的一个舒适度问题。有些产品或者包括我们自己做设计的时候，都会为了呈现特定的体验，刻意突出一个地区负面压抑的部分。那这种设计确实能表达出有特点的内容，但这是以牺牲玩家体验为代价的。在枫丹水下的设计预期中呢，我们不太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枫丹绝大部分的水下内容的呈现效果都非常通透，玩家可以时刻观察到海面上透下的光线，水底的光源也十分充足，大部分的水底植被、采集物，乃至有一些被称为远海异种的生物，它们都会以相对明亮的色彩进行呈现。那这样的设计呢，不代表说我们牺牲了水下设计的品质来换取受众啊，相反，它其实是让一些好玩、好看的设计更容易呈现了，最终呢，让水下区域的整体品质其实是提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视角的设计。原神的陆上体验是锁定俯仰角的，就是说不管如何运动，玩家的视角始终是相对平稳的，那角色更不会前倾和后仰。但水底不一样，那比起陆上呀，我们解放了俯仰角这个旋转轴，那玩家可能光是为了找回正方向，他就要花很大的力气，那更常见的就是晕 3D 这种现象了。为此我们做了很多细节的调整，比如说我们调整了相机的视距和广角参数，来加大了水下视角移动时的缓动的效果，不过这不会影响玩家在水下瞄准时的效果，主要目的是尽量保证玩家的视野稳定，避免眩晕。那与此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回正按键，通过水底的气泡等动态表现，时刻提醒玩家垂直正方向的角度。那在关卡设计上，我们也尽量减少玩家在同一个地点通过上升下潜来交互多个对象的环节。第三个问题是关卡内容的规划。即便缓解了俯仰角带来的操作问题，我们还面临更大的挑战，那就是水中的内容设计啊，比起陆上要复杂许多。那大伟哥你想呀，在陆地上大片的蓝天白云你并不会觉得违和，但是在水下只要有大面积的留白啊，就很容易让人觉得很空洞或者产生恐惧。所以一个理论上可以任意上浮和下潜的区域，如果在连续十米的纵深上都没有内容设计，玩家就会觉得我们偷懒了。对，总而言之，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水下的内容密度看起来不那么空，同时还要控制内容量，确实比在陆地上要难很多。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实是战斗体验啊，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起初我们也考虑过把陆地上的体验呀在水中做还原，但实际上不管我们怎么设计，常规的战斗体验在水下都会很糟糕，因为水下是一个弱重力强阻力的一个状态，如果要维持体验的真实感，所有的战斗动作都会变得很笨重很迟缓。由于我们还加入了很多纵深向的设计和俯仰角的设计，那判断和敌人的距离还有相对位置，这些也会变得非常艰难。而且呀，在一个水元素绝对充沛的领域里，想要展开元素反应策略，只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平衡没有乐趣的结果。
所以比起传统的战斗形式，我们设计了一套独立简约但互动性良好的水下战斗规则。玩家可以从水中特定的远海一种生物身上获得与之对应的能力，用来对抗敌人和进行解谜。比如有一种远海一种叫做重甲蟹，根据它的生态特征，我们设计了一种近似于盾牌的能力，玩家可以通过长按来发动格挡效果，除了获得护盾之外呢，还能反弹敌方的弹道型攻击。哎，介绍完水下区的玩法啊，我还想问问基哥啊，其实在风丹的序曲 PV 发布的时候啊，我们就观察到有细心的玩家在讨论出场的风丹角色神之眼好像和其他地区有不同的款式设计啊，这个也被大家发现了，其实是风丹本土角色的一种特殊性质，我们称它为史基力，分为荒性和盲性两种对立的特性。荒性和盲性的史基力相遇的时候会触发湮灭产生能量，那风丹人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为城市里的各种设备供能啊，当然也包括大家在街上看到的那些机器人。拥有神之眼的风丹角色们呢，也会根据自身带有的史基力特性在战斗当中触发对应性质的追击效果。不过呀，作为风丹角色和风丹区域特有的一部分内容，我们并不打算把史基力的体系设计成像新的单质元素那般复杂，因此大家在游玩中更多体验到的其实是它对特定对象的交互能力，而不是一种非用不可的强度工具或者独占优势。比如攻坚特化型机关，它就拥有象征防爆的迟钝特殊模式，或者象征镇压的警棍特殊模式。玩家可以通过利用部分风丹角色的史基力追击效果来干扰他们的功能系统，逼迫他们退出这些模式，采取其他的形式对抗玩家。那讲了这么多家长里短的，就感觉有点太激动，浪费大家时间啊！不会。总之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 4.0 风丹版本体验一下风丹地区的全新玩法。那更多的内容呢，我就不在这里剧透了。哎，今天和这个基哥聊完啊，甚至觉得感觉有点热血啊。那最直观的感受是啊，我们原神项目组的同学们啊，是和玩家朋友和原神本身一同成长起来的，更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啊。是的，那其实就跟在 2.0 的前瞻直播中跟大家聊过的那样，我们团队的成员大多数也都是原神的深度玩家，同样也是希望看到游戏中出现更多有趣的内容。那原神运营的时间越长，受到的关注越多，那大家面临的挑战可能也会越艰难，但我们还是会尽我们所能的投入创作，持续产出大家喜欢的内容，毕竟这样才对得起大家这些年的陪伴嘛。基哥说的好啊，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休息片刻，那一段短片之后啊，还会有项目组的其他同学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枫丹设定、角色及卡池相关的信息，千万不要走开哦，不要走开哦。
旅行者们，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 IP 负责人小罗浩和大家一起聊聊有关枫丹的设定、人物与故事，让我们预先一览枫丹的面貌。旅行者们好啊，很高兴又在前瞻节目和大家见面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啊，枫丹是水之国，水上和水下的风光都非常美丽。那我们要怎么到达这片土地呢？难道这次也要坐船？没错。对于在之前探索过须弥地区的旅行者来说呢，只要跟随我们主线的步伐，就能轻松地抵达海陆港，乘坐全提瓦特独一无二的交通工具巡轨船，前往枫丹国最重要的城市枫丹亭了。当然呢，为了帮助大家顺畅便捷地进行旅行，对于还没有开拓沙漠地区版图的朋友呢，我们也准备了其他的方案。我们理解就是刚进入提瓦特不久的旅行者啊，可能需要跋涉很远才能到达枫丹。因此呢，在 4.0 版本更新之后，对于所有完成魔神任务序章第三幕巨龙与自由之歌的旅行者啊，地图上须弥弗洛右这个靠近枫丹的传送点就会自动解锁，大家就可以借助它快速的来到枫丹边境了。这巡轨船啊，看起来就比我想象的厉害。那枫丹的技术力啊，果然不一般，而且还有好几条线路啊，通往不同的地方。是的，枫丹水道呢，一共有三条线路，连接海陆港和总站的克莱门汀线，通往伊犁耶岛的纳维亚线，以及原本通往枫丹动能工程科学研究院方向的卡雷斯线。那么在巡轨船上呢，大家能够极目远眺，将周边的美景呢尽收眼底，还能听到我们可爱的小导游对于沿途的地标，还有枫丹一些特有的风土人情的介绍。哎，又是游船又有导游啊，突然就有了一种放慢节奏啊，舒舒服服享受旅游的感觉啊。哎，我刚才注意到啊，我们的导游朋友好像长得跟人类不太一样啊。对，这种可爱的生灵呢叫做美露星，他们原本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村落当中，尽管他们外表看起来都是小个子，连手脚都短短的，但是呢，他们拥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视觉，能够看见人类难以观察到的东西，所以更加容易找到坏人的线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呢，竹影亭的雇员现在大多都是美露星。竹影亭，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对，这是一个直接隶属于最高审判官的特别刑侦机构。那么枫丹的组织架构如果要在这里展开的话，还挺复杂的。可能具体的细节呢，就留待各位旅行者进行探索吧。说到最高审判官啊，在枫丹这个以正义与审判为主题的国度，他似乎是一位无论从存在感还是地位来说都很强的人物啊。我记得在须弥主线的最后，小草神纳西达也提到过他，还提到枫丹的运转建立在一套关于正义的审判体系之上。对这种说法我还是挺纳闷的。这就要从我们枫丹的特殊能源体系开始讲起了。刚才鸡哥啊也为我们提到了史基力这个概念，枫丹整个地区啊都给人一种比较发达先进的印象，使用的能源应该都很不一般吧。枫丹科学院的创立者阿兰吉约丹在400多年前发明了一套叫做可控盲荒湮灭能量的能量模块。那至今呢，枫丹大多数的发条机关都依靠这一体系运作，旅行者们呢在野外遭遇的形态各异的机关敌人也都是由这种能量所驱动的。而在枫丹人生活和娱乐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说枫丹亭，还有伊犁耶岛，则主要是依靠一种叫做绿常混能这种能源来满足大家日常生活所需，包括照明呀，然后驱动各种交通工具，支撑城市方方面面的运作等等。而要问绿常混能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通过审判的过程，借由一个叫做预示裁定枢机的机器收集人们对于正义的信仰，最终转化成能量的。由机器收集信仰，听着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枫丹人才那么热衷审判吗？这是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呢，枫丹的审判可能并不像大伟哥此前设想的那么严肃，这由审判庭名为欧毕克莱歌剧院就可以窥见一二了。审判是枫丹最重要的公众活动，但这个行为呢，同时也被普遍化和娱乐化了。就像莎士比亚口中说过，人是一舞台，众生皆灵忧。在水神弗宁娜的影响下，审判呢，它也是一种演出，真实与虚幻，闹剧和悲剧平等的上演。而我们这位水神热爱并期待着舞台上一切的惊喜和反转。看来水神是一位性格非常张扬跳脱的角色，但作为一国之神，听着稍微有点不正经啊，这样真的没问题啊？对，没问题吧？对对对吗？哈哈哈！看来小罗浩同学啊，对于涉及到主线剧情的部分口风很紧啊。那有什么能给我们简单透露一点的吗？
啊，那就让我们从林尼和林尼特这对兄妹开始讲起吧。他们也将是旅行者在枫丹地区首先遇到的角色。哦，足迹 PV 里面的老朋友了。但当时啊，大家还不知道这对兄妹的身份。魔术师啊，感觉很神秘啊，也不知道去哪里才能看到他们的演出呢。在枫丹的魔神任务第一幕《白鹿与黑巢》的叙事中，林尼与林尼特将首次登上欧比克莱歌剧院的舞台，在旅行者面前掀开盛大演出的帷幕，敬请各位玩家朋友期待了。至于平时吗，我推荐的地点就是枫丹的德波大饭店。那里的老板经常会邀请艺术家到餐厅里面进行演出，运气好的话就能欣赏到两位精彩绝伦的魔术秀了，这也是眼下最受观众期待的节目。哇，人气那么高，有什么秘诀吗？我想除了魔术表演本身精妙的设计和意外性之外呢，更多仰赖的还是大魔术师林尼他的个人魅力吧。身为魔术表演者的林尼就像观众一样追求着新鲜感，在声名鹊起之后呢，他也从未安于现状，而是不断精进自己的技术，创造更为新颖更加夺人眼球的魔术。另一方面呢，林尼也十分擅长营造演出氛围，往往会在情绪层层铺垫之后选取恰当的时机，最终呢就引爆惊喜的礼花。旅行者们呢也可以在 4.0 版本中通过体验林尼的传说任务被遗忘的怪盗，了解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他笑起来的样子啊，真是充满了自信的魅力啊，好像从来不会害怕失误或者危险。他在战斗中也是这么游刃有余吗？林尼呢是一位运用火元素的弓箭角色，在战斗中他往往会发射影具魔术箭命中敌人，召唤一顶能够嘲讽周围敌人的怪笑猫猫帽，并选取时机将它引爆造成伤害。而元素爆发大魔术灵迹巡游则能让它化形为快速移动怪笑猫猫猫，降下华丽焰火引爆灿烂的礼花。它有一个固有天赋叫做琐碎观察术，还能帮助大家在小地图上标记出附近枫丹区域特产的位置。这个技能说明啊，我都不敢再念一遍。是的，怪笑猫猫猫和怪笑猫猫猫是两种不同的魔术道具。哎，那作为林尼的妹妹林尼特是不是同样身怀绝技？没错，身为魔术助手同时也是舞台上最接近魔术师的人，林尼特同样有着高超的魔术造诣。兄妹两人往往一起一位吸引观众的注意，另一位呢在背后完成手法，彼此轮转，依靠天衣无缝的配合呈现出精彩的演出。但从性格上来说，林尼特要低调恬静得多，他习惯将自己藏在林尼身后，避开人们的关注，看起来呢总是在发呆，最多就是全神贯注地待在角落里面品茶。但实际上林尼特拥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早就在暗中记下了种种细节，并捕捉到了很多关键的信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这种台上台下的默契真的让人很羡慕。在战斗中呢，林尼特能够以迷身引道的姿态疾走，并向标记到的敌人击出迷影突刺，而林尼特的元素爆发能够变出巨大的惊奇猫猫盒，嘲讽并对周围的敌人造成风元素伤害。这个惊奇猫猫盒还能和其他元素产生互动，不愧是魔术助手啊，把这点都考虑到了啊。虽然低调但也很专业。说到专业啊，我记得他们还有一位名叫菲米尼的弟弟是吧，好像是个厉害的潜水员。没错，跟哥哥姐姐不同的是，菲米尼他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场合，他呢有意识地拉开了自己和灯光还有人群的距离，喜欢在独属于他的海底畅游，和水下生物作伴，也喜欢阅读童话故事，或者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全身心地沉浸在拆解和维修小型机械之中。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被林尼特不小心弄坏的。哎，听着是一个心地纯真的男孩，但是有点内向。这一部分呢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比较息息相关。好在生活当中呢，林尼与林尼特对他很是照顾，他还有一只陪伴在身边的发条企鹅，名字叫佩伊。在战斗中，菲米尼能够通过元素战技浮冰增压进入佩伊克技状态，并根据压力阶级进行不同的攻击。而当菲米尼使用元素爆发之后，元素战技还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强化。既然菲米尼是一位潜水员，用它来探索水下世界是不是就算专业对口呢？没错，当菲米尼在队伍中的时候呢，队伍里自己的角色水中耐力消耗将降低 35%， 的确能够帮助各位旅行者呀更高效的去进行水下冒险。 This is no time for distractions. Seriously, you have a great magician standing right here. You don't want to miss the best part, do you?
Now disappear. Let's get this show on the road. Seems Linny is saying some strange things again. It's really worrying. Let the magic begin! Here comes the finale! It's easy to fix a machine when you know how it's built and how it works. But people, they're much more difficult. Pear! Commencing cleanup! 那聊完新角色啊，是不是可以揭晓新版本活动起源的具体安排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想要和这些新朋友一起在枫丹冒险了。啊，好的，在 4.0 版本第一阶段，林尼和叶兰都将迎来概率 up， 林尼特将会出现在同期的两个活动起源中，并提升获取概率。而下半期呢，则将迎来钟离和达达利亚的复刻，啊，同时菲米尼的获取概率也将大幅度的提升。还没来得及把老朋友们拉进队伍里的旅行者也要抓紧机会了。此外呢，全新的五星弓箭最初的大魔术也将会在武器活动起源中出现。对了，先前在看版本 PV 的时候啊，我已经留意到了几张新面孔，比如那位有着一头黄色长发的纳维亚小姐，没记错的话，有一条水道线路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啊，大伟哥很敏锐啊。没错，纳维亚是刺媒会的现任会长，身为大小姐的她性格乐观，待人热络，行事作风更是相当不拘一格。在 4.0 版本的魔神任务中，我们将与她共同行动，追查一起重要的案件。我们还将认识身手不凡的决斗代理人克洛林德，他不仅是公子达达利亚渴望去切磋过招的对手，也和纳维亚之间有着某种复杂的联系。至于严肃公正的最高审判官纳维莱特，大伟哥刚刚就很在意的性格跳脱的水神弗宁娜，还有提前和大家见过面，到处追求着大新闻的蒸汽鸟报记者夏洛蒂，都将在 4.0 版本的魔神任务中登场。除了上述提到的新角色之外呢，我们在序曲 PV 至终幕的欢宴中出场的其他人物呢，也将在后续版本中陆续与大家见面。哦，那我可要坐不住了啊！这次也是连续三个版本都有魔神任务吗？是的，枫丹的主线故事将从 4.0 贯穿到 4.2， 希望玩家朋友们可以在枫丹度过一段难忘的旅途。枫丹啊，已经是我们旅行去往的第五个国家了，每次打开地图看的时候啊，我都感到旅途还真是走得挺远的。对啊，对于我们制作团队来说，能走那么远真的离不开每一位旅行者一路以来的认可、支持和陪伴。拿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原神的 IP 团队从无到有，自2018年以独立团队成立，写下《风之歌》以来，一直秉承着一种不变的信念。我们希望能为玩家献上一个足够壮大，让大家沉浸其中的崭新的幻想世界。希望能创作出并呈现一位位性格各异、特色鲜明的角色，让这个世界中的每一段旅途都充满趣味。我们希望旅行者们能够不断地邂逅新的故事和伙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们并肩展开冒险，去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回忆。我们原神 IP 团队从零开始一步步构建出如今的世界观，今后也会继续在此基础上不断地去发展，力求进步，力求为大家献上更多优秀和感人的故事。旅行者的足迹勾勒地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递交给玩家的一份份答卷。谢谢小龙奥同学啊，真情实意的分享，让我也对枫丹乃至提瓦特大陆上后续发生的故事都充满了期待。那么就请大家稍事休息，那稍后呢，还会有场景美术和战斗设计师同学为我们带来枫丹场景生态和怪物的分享，精彩继续哦。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了解完枫丹的角色与剧情后啊，其实我对于枫丹的地图也非常的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度能孕育出这些有趣的人物和故事。那么接下来啊，就请我们的场景美术阿泽、战斗设计师林斌为我们分享枫丹地区的地貌与生态吧。女性怎么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原神的场景美术阿泽，很荣幸能够为大家讲解枫丹这个新地区的场景设计理念。旅学者们好，很高兴能够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水下战斗设计师林斌，今天也会着重为大家介绍枫丹地区的新怪物与新生物。哎，我想先问问阿泽啊，我们都知道在提瓦特啊，不同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美术气质，那么枫丹地区啊，整体上呈现的是哪种感觉呢？我们在设计枫丹的时候，整体的美术气质是想表达清新、优雅、精致的感觉。我们也提供了多样化、丰富的视觉内容，其中最具特色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是板块抬升、人文建筑、水下生态这三部分。这里的板块抬升是指什么呢？阿泽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其实啊，在我们第一次来到枫丹的时候就能够马上看到这个奇观了。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影响下，整个枫丹的板块都被抬升了起来，与提瓦特其他地区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们的枫丹形成了这种连绵几千米、高300多米的巨型瀑布，看起来非常壮观。早听说过枫丹有一个瀑布啊，但没想到如此的巨大啊。确实，这个现象在设定上也是有一些故事的，在这里就先不展开了。不过可以分享的是，制作这么巨大的瀑布，其实在我们的美术和技术上都给我们团队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尝试去克服这些问题。哦，那这部分可以详细讲讲吗？好的，比如板块抬升之后，枫丹和其他地区的海平面就不在同一个高度了，那么连接这些地区它们之间的逻辑是需要更加合理一些的。再比如这么大这么长的瀑布，其实要做好是需要非常多的美术细节的，这些对性能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以及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水的渲染层级问题一直是业内的一个技术挑战。哎，那这么高的瀑布啊，我们怎么上去呀？那自然不会让旅行者们爬上去的。其实大家可以乘坐一种特殊的升降机，它可以带领旅行者登上瀑布。原来如此啊，能看出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考虑得非常周全。是的，所以我们也真诚地希望旅行者们能够喜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枫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建筑吧。哦，我正好也想了解这些呢。哎，我们在做自然风貌与人文建筑设计的时候，是会去采风吗？还是会做一些有趣的研究吗？是的，我们先聊聊自然风貌部分吧。在设计的时候，我们会从欧洲，特别是法国地区抓取一些灵感，比如在山体上吸收了部分阿尔卑斯山脉的特征，植被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当地特色的植被作为参考。不过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植被设计的时候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困扰，因为枫丹的灵感来源是欧洲嘛。在蒙德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表达，由于地区相近，本身的植被生态呢也非常的相似，所以说如何做出枫丹特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哎，明白了，其实就是要自我超越啊。那么最终这个难点是怎么克服的呢？后来项目组的同学经过研究和探索，最终从18世纪的一些欧洲油画里找到了灵感，其中一些大师的作品真是令人陶醉，那种朦胧唯美的感觉非常符合我们想要的美术表现。我们从中抓取了一些造型特征，使枫丹普通的雪松啊、闪松等植被变得更加优雅，具有枫丹特色。哎，所以说啊，还是会从历史与艺术中获得灵感与沉淀呀。确实，除了自然风貌，枫丹的人文建筑同样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在我们的设定中，由于大洪水的灾难，多次的淹没和重建让枫丹亭高墙聚垒，气势磅礴。用心的旅行者甚至可以发现，其实在枫丹的海床上还遗留着部分被淹没的旧城遗迹。旧城遗迹啊，原来枫丹亭还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啊。是啊，枫丹亭内既有精致优雅的上层区，也有充满着生活气息的居民区，当然也有相对艰苦混搭的下层区。在整个主城的设计上，我们是以巴洛克建筑风格为基底，把水、齿轮、发条等元素结合起来，以 Art Deco 类艺术风格构建完成。除主城之外呢，枫丹还有很多具有特色的区域，比如充满故事性由大船构建完成的白松镇，还有可爱神秘连烟囱都冒着泡泡的海默村，以及忧郁凄美散落着泪滴的水下之城。也许你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能见到这座温馨精致的庭院，一旁的向日葵会和你一起享受这份静谧的美好。哎，我看今天咱们的布景啊，就是以这座枫丹庭院为原型的呀。确实，在惊险刺激的探险之余，也存在着这样的地方可供旅行者小憩。如果旅行者来到秘境，会发现很多齿轮发条在转动，仿佛进入了一个精密器械的内部。哎，阿泽多次聊了很多齿轮啊、机械啊之类的内容，我想这应该是枫丹的特色之一吧。
我们好像在之前的前瞻节目中也有看到过一些机械卫兵。嗯，确实，旅行者们在枫丹各处漫步的过程中，时不时会遇到一些有着精密结构的机械装置，它们由枫丹人制造，用于进行生产和守卫的工作。这些机械装置统称为发条机关，每一种都是为了特定的工作而设计的。除了大伟哥刚刚提到的为了警戒和防卫而专门设计的机械卫兵，他们有的还可以海底勘探，有的可以环境侦察，有的可以挖掘采集。面对普通的枫丹公民时，发条机关会按照预设的程序进行工作，而一旦附近的生物干扰了工作的正常进行，他们就会尝试进行驱逐。对对，他们还是由蛮荒能量驱动的，是这个吧？确实，就像小罗浩同学说的，枫丹人会利用蛮荒能量与绿常混能这两种特殊能源来维持很多体系的运作。其中荒芒湮灭能量模块会用在发条机关上，具体的原理是发条机关利用中继器从枫丹的环境中提炼荒性与芒性产生能量，所以在枫丹之外的区域，他们就只能通过预先准备的能量块进行短程短时的行动了。很有意思的设计啊。枫丹人制作发条机关还有什么特殊用途吗？本来是没有的，纯粹的工作属性就是发条机关的价值。然而总有顶尖机械制造师不满足于止步于此，他们希望赋予这些机器艺术的价值。戈培利亚和科培留斯这两台表演用的舞蹈机器人便诞生了。不过机械师梅亚德在接手后又将他们改造成了战斗用机器人，现在帮助机械师收集战斗数据成为了他们的主要功能。那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欧洲中世纪的舞蹈，结合花样滑冰的动作，让玩家可以与他们共同演绎一出冰封组曲，在战斗过程中获得完全不同的共舞体验。虽然看起来就很不好对付啊，但不得不说冰封组曲的设计很优雅呢。不过说起枫丹啊，旅行者们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水下生态，毕竟是全新的领域嘛。哎，阿泽和我们聊聊水下的设计呗。玩家初次到达的水下其实是浅海区域，曾经这里并不是海，因为海平面的上升淹没了这些区域。细心的观察会发现，很多地方还保留了陆地和人文的痕迹。由于大家是第一次在提瓦特潜水，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水下过渡更加舒适，所以我们在视觉设计上也做了相对清淡明快一些，造型和色彩上也相对概括收敛。相比陆地，水下的山石更具有海浪的造型，植被设计是以简约清新的色块构成，线条上则运用了很多曲线柔美的感觉。哦，对了，我们还做了色彩丰富种类繁多的鱼群、水母等海洋生物，会在玩家游玩过程中伴随着它。除了基础的水下生态以外，水下那些怪物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啊？确实，尽管枫丹的水下怪物原型都是基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海洋生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竭力削弱其与深海恐怖的关联。那最后所呈现出来的呢，便是远海异种这一族群。族群中会有一些佼佼者进化出了富集元素力的部位，在陆地上时，这些部位的元素力会被激活，使其可以使用元素力的技能，还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不过水下的远海异种们比较喜欢祥和安逸的氛围，不会远远的就对旅行者展开追击，但如果旅行者惊扰了他们动起手来，哎，也绝对不含糊。哎，而这样的一个族群也会有一些凶猛的大家伙。在 4.0 版本，旅行者们将有机会在某个洞穴的深处见到远海异种进化到最终形态的霸主铁甲熔火帝王。看他的身形啊，十分威猛呀，背后好像还有一个小火山，和刚才看到的这种远海异种在外形上差别很大啊。确实，铁甲熔火帝王的性格暴躁易怒，攻击也充满了侵略性。他背部的小火山其实是可以发射火球的火炮，想必现在的他正在等待着一位值得挑战的对手来和他掰一掰手腕。看来又是一位有实力的对手呢。我听说在枫丹啊，还有许多有意思的小动物可以和旅行者互动。确实，这也是枫丹与众不同的地方之一。我们设计小动物的时候，参考了现实生物的性格与外观，同时又加入了一些幻想要素，让他们在提瓦特的世界里活灵活现了起来。比如会在旅行者面前做贝壳表演的悠悠海獭，好奇心旺盛的鱼鸥，摇摆轮唱开音乐会的伞雀等等，相信他们能够为大家在枫丹的旅途中增添不少趣味与欢乐。大自然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在提瓦特也不例外啊。好的，两位同学的分享可以说是干货满满，让我对枫丹的场景与生态都有了更加清晰的感受。团队一些研发过程中的思考也很有意思。那其实我知道 4.0 版本还有很多惊喜等待着大家亲自去体验，对吧？是的，枫丹的风景还有很多，那么更多的奇幻之旅就让我们在 4.0 版本一起描绘吧。千万不要走开，还有活动以及系统优化部分的内容等待着大家，后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欢迎大家回到 4.0 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已经体验了全新的潜水玩法，认识了许多枫丹的新朋友，也领略了水之国的宏伟风光。那么在 4.0 版本中啊，我们还会体验到哪些具有枫丹特色的活动呢？那么接下来啊，就由我们项目组的观察设计师波波带领大家提前探索一番。好，各位旅行者们好，我是观察设计师波波。哎，波波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啊，每次原神更新新国家的时候啊，除了在大世界探索与冒险之外啊，我还总是会对新国家特色的风土人情和当地人民生活中会遇到的奇闻趣事很感兴趣。哎，没错，每次在更新新的地区的时候啊，我就经常喜欢在有人的地方兜兜转转，观察一下每个国家它独特的人文细节，还会啊挨个跟当地的人对话，为的就是听听啊他们在街头巷尾平时都聊些什么。哎，我看到枫丹亭的规模啊似乎相当大啊，那在这么大的城市里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大家呢？哎，说到有趣的地方啊，可能大伟哥会和我一样喜欢枫丹特色的店铺，比如来叔的发条工坊。我们在枫丹亭的廖奈区散步的时候啊，就有可能见到它的门面。发条工坊啊，听起来像是生产各种枫丹特产工艺品的店铺。哎，是的，来叔的发条工坊啊，它的主营业务啊，就是售卖各式各样的发条机械装置，从玩具鸟啊到发条人偶，可是应有尽有。那这一次呢，我们在发条工坊的门口啊，会遇到两名满口歇后语的店员。他们说店长啊，最近想以这个决斗代理人为主题啊，来制作一批发条玩具，以求在枫丹一炮而红。决斗代理人啊，刚才小罗号也提到过一位叫克洛林德的决斗代理人，我还正好奇呢，难道说枫丹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决斗吗？其实不是啊，决斗代理人呢是枫丹的一种特殊职位啊，他是工坊老板立福啊，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枫丹文化符号，所以想将其制成玩具啊，并发扬光大。只可惜决斗代理人啊，并非是我们日常就能见到的角色，所以啊，发条工坊的店员们需要一些我们的帮助啊，来提供参考。哎，竟然是连本地人都不常见到的人物啊，感觉这个任务应该不简单呀。那我们具体都要怎么去帮忙呢？在本次机书巧物前哨站的活动中啊，为了展现出决斗代理人级别的本领啊，我们需要帮忙进行三个实验，来让发条工坊的店员们收集制作玩具所需要的冒险数据。那作为回报呢，他们会奖励我们蜜铜发条活动代币啊，来换取相应的物资作为报酬。第一个实验是跑酷玩法，湍流急行冲锋赛。在枫丹地区啊，我们有着广阔的水下区域，旅行者在水下可以通过湍流水环啊进行急速冲刺，同时需要躲避水下的各种障碍啊完成关卡的挑战。相信旅行者们可以沿途欣赏到水下丰富多彩的景色。第二个实验是挑战玩法，效能模拟实战环。在这个实验中啊，旅行者需要在枫丹的野外与敌人进行对战，其中就不乏有一些具备枫丹特色的发条机关。希望在战斗的过程中，旅行者们能够体验到乐趣啊，同时进一步了解枫丹的生态。那第三个实验呢，是音乐玩法，跃动节拍响应法。旅行者们需要通过操纵一种叫做冒险家玩具的道具，跟随音乐的节拍，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攻击啊，打击轨道两侧的玩偶，从而获取积分，领取奖励。哎，这个冒险家玩具的样子，这白发，这护目镜，感觉有点眼熟，它有点像班尼特。哎，大伟哥说的没错，这个冒险家玩具的原型啊，它就是班尼特。但是作为蒙德的冒险家，又是怎么和枫丹的玩具扯上关系的呢？这就等待各位旅行者啊，通过玩具战争态势图开启活动剧情来了解了。我懂，想卖个关子对吧？那么在 4.0 版本中啊，我们还会在枫丹体验到其他活动吗？这个当然也是有的。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博物通志水国寻迹。旅行者在这个活动当中啊，需要收集特定种类的采集物，或者是说击败特定种类的怪物。这些采集物或者怪物都是枫丹地区所特有的。通过活动界面呢，我们可以标注出目标物的附集点位。在到达推荐点位附近的时候啊，小地图上还会有显示提醒，帮助对枫丹还不熟悉的旅行者们来顺利完成挑战。哎，听起来啊，这个活动对我们探索枫丹区域很有帮助呀。哎，没错。那除了博物通志水国寻迹以外呢，4.0 版本还有一个拍照活动，光影研学旖旎水界，这也可以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枫丹。旅行者们需要根据任务提示拍摄指定的枫丹景观或者生物来完成委托。如果旅行者呢对枫丹还不太熟悉，暂时找不到需要记录的事物，也可以前往活动界面上的推荐的地方去寻找哦。好耶，是我最喜欢的拍照活动了。
除此之外呢，4.0 版本我们还会有一个战斗挑战活动，叫导刃破绝。这个活动当中呢，除了常规的战斗手段，每一个关卡还会有独特的导刃虚景机制。旅行者们可以灵活利用导刃虚景来有效的降低战斗的难度，战胜眼前的敌人。另外啊，活动还有着多种难度可以供旅行者们挑战，那对自身实力有自信的旅行者们可以尝试挑战一下更高的难度。另外啊，在 4.0 版本中我们还会再次开启地脉遗勇活动，旅行者们请不要错过哦。哎，聊了这么多封弹的活动啊，感觉我对封弹的期待又多了一分啊。是的，我个人和旅行者们一样期待封弹的到来。对于期待封弹新角色的旅行者们啊，我还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在 4.0 版本更新后，当旅行者的冒险等级达到25级之后，就可以在活动面板通过活动魔术永不落幕免费领取四星角色林尼特。而且因为考虑到啊，刚进入提瓦特不久的旅行者们在培养封丹角色的时候可能比较难以获得对应的素材，所以在旅行者们领取林尼特时还会同时获得突破他一阶段所需要的材料，这便于我们前期培养角色使用。太好了，能直接获得一些到封丹才能采集到的素材。哎，是的，这样一来啊，喜欢林尼特的旅行者们就可以更快地将他编入队伍了。说到角色啊， 4.0 版本中还会有全新的角色装备带给大家。此次啊，我们总共推出了12把全新武器，除了之前已经在卡池展示过的最初的大魔术以外，还有一套可锻造武器，一套祭行武器，以及在钓鱼商店可领取的特殊武器。其中啊，5把锻造武器的图纸大家可以在枫丹亭的铁匠铺找到伊斯带来兑换。另外啊，此次新增加的5把四星的祭行武器会进入30级祭行的奖励箱中。在添加新祭行武器的同时啊，我们也保留了以前旧的祭行武器，那这样的话旅行者就可以在新旧共10把武器当中自由选择了。与此同时啊，我们也推出了2套全新圣遗物，烛影猎人与黄金剧团，旅行者们可以通过挑战全新的祝圣秘境醉祸的终末来获取。最后啊，我还想问问看啊，4.0 版本还有什么系统优化与更新方面的消息可以告诉我们吗？哎，当然是有的。那既然是年度版本的开端啊，我们必然会着重解决于现在最困扰玩家的问题，以及优化游戏当中尚有不足的部分。这一次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分层地图和配对界面的优化。另外啊，我们的七圣召唤呢也增加了观战模式。4.0 版本将会时装分层地图功能，我们希望它能够提升玩家的探索体验。分层地图是一个我个人也很喜欢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切换地图层级来查看想要了解的区域。当旅行者们进入有分层地图的区域时，小地图啊就会自动切换为显示分层地图的样子。当回到提瓦特大地图界面时，小地图显示就变回我们熟悉的老样子。而选中了任何位于其他层的点，那么系统也会直接切换为显示对应层的地图。旅行者们打开分层地图，系统还会高亮显示同层点的角标，哎，还是挺方便的。嗯，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啊。哎，是的。除了 4.0 即将上线的新地区会时装分层地图功能以外啊，我们还会对已经上线的部分区域更新分层地图，帮助玩家更好的在这些区域探索。哦，也就是说之前像赤王林或是荒海这样的地方，我们也能在 4.0 更新后看到他们的分层地图了。嗯，没错啊。另外啊，我们也对角色配对界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 4.0 版本后，配对界面会以更加动态的方式进行呈现，我们为每一位角色都重新设计了入队和换位的效果。哎，等一下，这真的是每名角色在配对界面都有独特的出场演出吗？完全没错，每名角色啊在加入队伍的时候都有一段独特的动画。我们在调整角色在队伍中的顺序的时候啊，也可以看到他们充满个性的演出。哎，值得一提的是啊，配对界面的背景还有许多种，旅行者们在不同场景下进入这个配对界面，背景啊还会随之切换。那更多的背景呢，就等待旅行者们在 4.0 版本后自己去发现了。哇，雷电将军的配对效果好酷啊。是的。那最后啊，大家很关心的七圣召唤的观战功能也会在 4.0 版本正式上线，玩家可以通过好友界面或者联机界面选择观战自己的好友或者联机队友正在进行的七圣召唤对局。如果玩家和对战双方均在同一个大世界啊，还支持以裁判视角来进行观战，掌控全局。如果玩家不太希望其他人观战自己的对决，也可以在七圣召唤的局内设置当中进行设置哦。哎，不错，这样一来啊，我和牌友们又多了一种互动的方式呢。哎，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和他们分享讨论了。不过今天啊，还有最后一些重要内容要和大家分享。休息片刻回来，马上揭晓。
欢迎大家回到 4.0 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保留节目。随着 4.0 版本的到来，万众期待的枫丹音乐也如期而至。接下来我们为旅行者带来了枫丹音乐的交响现场实录，让我们一起身临其境，感受枫丹的音乐魅力吧。
此次原声的音乐制作团队 Hoyle Mix 与我们的老朋友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在演奏中加入了 Glass Harp、 Glass Harmonica 这类与水息息相关的特殊乐器，希望能从听觉上表现出枫丹水之国的特点。而在接下来的 4.0 版本中，还会有更多优美动听的枫丹音乐伴随着旅行者展开更多冒险篇章。好了，我们今天的前瞻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的 4.0 版本也将在8月16日如期与玩家朋友们见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原神的支持，祝各位的枫丹之旅也充满乐趣。 See you in Fontaine, travelers!